我们是台联Egg法要公投的宣传。我好坚定啊！秘书长，要不要讲两句？你刚刚进去跟官员的他们的反应？没有，我们这个是一般的程序，我们是希望他能够尽快的哈，然后来让这个核准，然后让人民来公投。秘书长，如果他们还是采用拖延的方法或者没有答案，你我想应该不会了。他们会尽量那个快。好，那我们也尽量相信他了哈。那如果说真的是将来真的是不行的话，那我们想我们会有一些应应的措施。好，谢谢。啊，一定好。马在